巧妙记单词法，不用脑子也能记住单词。同学们来看啊 ，life 叫啥？叫生活或者叫生命，是不是？有寿命意思。那么 lifetime 就时间，那么 lifetime 就是一生一生的时间，是不是同学们 ？life 叫生活 ，style 叫风格，包括款式。那么 lifestyle 就生活的款式，生活的方式。那么生活方式就是 lifestyle 了。life 叫生活，还有生存。boat 叫船，那么 lifeboat 叫救生船，你看这叫得多好呀，是不是？自然就出来了。dead 作为一个形容词叫死亡的 ，wood 叫木头，那么 dead wood 是吧？死亡的木头就是什么呀？叫枯木和朽木，多好。dead 叫死的 ，lock 叫锁，那么一件事情发生到什么，像死一样锁到一块了，僵到一块了，叫僵局和僵持，感受一下。dead 是死亡的 line 叫线，死亡之线就一个事情截止到最后了，不能比得再晚了，最后日期截止日期 deadline。 觉得这么好记单词，同学请打98。